我们现在啊，坐这个，坐这马路边休息一会儿哈。我跟你说啊，刚才这个大太阳暴晒，暴晒我一看，我跟你说，就你不要等到中暑的时候你才休息，那个时候已经就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中暑还没中暑的时候你就别骑了，你就赶紧找个地方有这个阴凉有树叶的地方提前停下来歇着，别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了吗？休息了大概得有一个小时，这个现在这云上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云上来以后，这个我们就感觉凉快很多，是吧？这条道看了吧，就这条道，这就是318，在这个我们从潜江市过来的嘛，是吧？这是318，然后要说的不是这个，这边的云是太漂亮了，看了吗？你基本上你那个过了长江以后你就看天空了，这个云基本上都是很漂亮，看这边了吗？啊，这边的云是太漂亮了，云团太漂亮。我们再休息一会儿，再休息一会儿走，啊。阴天可以，多云也可以，是吧？这个下点小雨也可以，别大雨就行。就这意思吧，我们再休息一会儿。我去，这云是太漂亮了。